Hello。Hello， 早安。早安。我们今天要去露营，雅比斯露营区，在拉拉山上。对。现在时间现在几点？8:43。8:43，我们要从梦华这边开到雅比斯，要2.5小时左右。两个。然后回家吃完早餐，然后就准备出发。我们到雅比斯啊路口，有整理啊，那路口都有整理过，很漂亮。快到了，嘟嘟，他还说快到了，他还有一个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快到了。2000 years later. 又歪掉了，被打坏了。来，现在我们刚搭完了帐篷，然后这次搭的我觉得比之前好的都太多了啦，因为上次天幕搭的太里面，然后这是我们外推，我们看一下，然后往外推，往外推延伸出去，然后我们今天开箱了一个。新的双人椅，新开的，在这里，起来给你们看一下，蛮舒服的，挺推荐大家的，努特的，我们买那个椅子2180，然后加那个沙发套1000块，然后它的稳固性其实蛮高的，那时候就是看它，超好收，因为它那个收这个，对，它就我一个女生，小小瘦瘦的。就是把它折起来，就是一束这样子。碳金，给大家看看碳金的样子。等一下，这个是龙眼木，这是烤火。龙眼木，烤火要用的。烤火的龙眼木，然后这个是碳金。网络上看到人家用这种起火丝，它就是这样，里面放那个火种。火种，里面放火种。就是晚上如果要生的时候，再给大家看是怎么生，对，会比较快。就是里面放火种。营区的注意事项，然后这边算是营本部。营本部超可爱，它还有那个，还有卖就是一些饮品。神秘闭上。太热了，你过来看。闭上，不然没加酒精。白痴。现在这里就是那个啦，我们在营本部，然后它有分市区，它有分市区，我们现在营本部嘛，然后旁边一区 ，A B A 区 B 区，然后我们在 C 区 ，C 区在哪里？好像走了。不知道，这个、这个感觉蛮不错的。这个感觉应该是还没有在给别人用吧？感觉对啊，感觉挺用的。可是它这个景，它这个景应该是最好的。对。哇！哇，这个超难得的。我们在那，完全看不到，没关系。
哇，这风景，这个美，这个美，超漂亮，我的天，哇，好美哦，蛮漂亮，就一个很小小而美的露营区，小而美。小部落吧，小部落，小部落，应该是。然后中间有一条溪，你有看到吗？对啊，这里是拉拉山是什么族？太雅。拉拉山是太雅族，在桃园布袋乡布袋乡这边。对。那我们要去买水蜜桃冰沙。对，我们去买水蜜桃冰沙。八个。我们现在在营本部，然后等一下，他这里就是都在卖一些咖啡饮料。可以让我们买。下去，把这个给它，有椅子，把它拉起。对，有穿线了吗？他刚刚有了，对呀、啊哦，你会啊、哦，对，然后再穿线，他会啊，哇，对，然后你看，对，下这个是下，所以你要上，他在下嘛，你就要上，对，上之后你就这个就可以拿起来，有看到上下交叉有没有？对，你要把这个刺，对，就是这样。它就是要这样子交叉交叉，就一边一上一下，一边一上一下，然后现在换一下，下完有看到吗？各位，然后再把它刷紧。哇，弄得有成就感了呢哦。所以这个边，这个边边是要很有经验啦，要有经验，对你才会拉得比较漂亮。对，没关系，先让他体验，好吗？这边是在讲，吉瓦斯奶奶对文化传承的一些想法。现在在做松饼。很简单，我们就是用个松饼粉，然后一颗鸡蛋跟万丹的牛奶，完全凭感觉。真的、啊，我们的下午茶做好了。
这是拉拉山亚比斯的下午5:23。五点左右。这里看不到日出，也看不到日落。嗯。嗯，很美。讲讲，等一下点把它当火种使用。等一下吸饱油。放我们起的是礼物。我起来向我们探金。那我们是看影片，别人这样做。嗯。我们试试看，但不确定能不能成功哈。不要放错地方。什么意思 ？NG。哦，他应该要放这里哦。哎，那我们少一片东西啊。少什么？你说那个，我有少一片挡片呢。哦，黑色的挡片。对啊，下面那片，现在有片。然后加了火棒之后，火更旺了，就让它慢慢烧。加到50块，我加了三根进去。因为用火种还是有点，火有点太小，用火棒还是比较快一点，快速一点。就在那边等个10到15分，就全红了吧。然后再顺便慢慢煮晚餐。15分钟过后，木炭其实下面都红了，下面已经红掉了。15分钟其实对起火来说算快，快，算就比喷灯比，因为是碳金嘛。所以起火是好用吗？好用。现在火也已经起得差不多了，然后我的我的面也煮好了。虾子面，就虾子面吗？少的那片差好多，那订不到。真的、啊。嗯。等一下来拍你火真的有烧起来的样子吧。现在其实已经有一点点。晚安。晚安。完全没声音，再一次。晚安。晚安。晚安。我女朋友准备的早餐，超搭。早餐看起来不怎么好吃的松饼、火腿跟蛋。我们今天的早餐，收完就长这样子，没有录到收的时候，没关系，反正每次都买一样。然后我们等一下去那个巴林古道，它那个吊桥，阿拉山旅游服务中心。然后我们等一下走到巴林古道。刚刚上网 Google 看一下，大概要20分钟左右。走路20分钟吗？走路20分钟，应该还行啦。好 ，Let's go， go go。我们现在在甲虫馆，离我们的巴林隧道还有哇，它是一段一段的呢吼。对，它是一段。还有巴林到巴林古道还有1.28公里。对，走吧。我们现在来到一个很可爱的吊桥。嗯，会不会断掉？哇，摇呢吼。其实它做的蛮好的啦，其实蛮扎实的。
哇，拉拉山的步道做的蛮不错的，很安全。刚刚走的吊桥，哎咻！现在在地质馆，还有一站、两站、三站、四站。我们刚刚应该把车直接停这里的，我的妈！我们快到我们的巴林大桥了，在那里，看到吗？然后一个隧道进去，从里面进去，要被骂死了。下面有一个停车场。我们走了快一公里了吧，早知道停这里了。我们到枫桥的入口，虹桥的入口了，巴林大桥。哇，这里很酷，哇，这个涵洞很凉。嗯，很美。哇，这很，哇，这怎么弄的？然后漏水，嗯，那那个水蜜桃吗？水蜜桃气泡酒，嗯，巴林大桥，嗯，是谁？那个自己的西边，爽朗的天气。那阿伯说，这有人在之前有那种高空弹跳。第一个隧道。嗯，我们刚刚已经走完大桥了，现在在大桥的末段的隧道。这个是他们的谷仓。谷仓是吧？太雅谷仓。